完了，看看室内，可以可以。下面我叫珊珊，我叫珊珊。视频是哪个？视频是哪个？这个二手车的话，视频好像没有我，真的。哦，这个好像没有我。然后他有选他的一个红色的，哦，这个是波尔多红的一个真皮的内饰，他选的真的好。对，因为它外面它就是一个灰色的，然后它里面有选这个波尔多红的一个真皮内饰，那是拍照神器、拍照利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有选那个咱们家的一个 SC 组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必须要选啊。而且像718，很多人不选 SC， 就是因为她是女孩子，她根本就不知道，她不知道是不是？那这个 SC 就是男生，你们买保时捷车一定要选哦，一定要选，因为很多车，那个卡宴它是自带的 SC， 我自带 SC， 那你选。718它就不是标配的，那718的话你们一定要选咱们家的 SC 的话就是20秒真男人，可以20秒弹射，而且是无限弹射，妈呀，无限弹射。有人问我们家按键是多少期，抓住什么呀，我现在越来越拉了，这搞点才艺是吗？那有没有哥哥跟我们说你们最拿手的才艺是什么，你可以打在下面。对，我想知道我们家哥哥最拿手的才艺是什么，我想知道，我好想知道。珊珊只喜欢718标美粉，我哭了，我哭了，太懂你了是不是？我都已经卖掉了，就现在我已经看不见他了，真的太懂我了，我就要哭了，现在，妈呀，这珊珊又，我眼泪要流出来了。按键数多少？7，这什么意思？首付是2成啊，首付是2成，可以分期5年、啊、不是冰美粉，对，没错，是的，你很优秀。亮面算吗？哇，真的是有人在回复我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他们说的是亮面算吗？我问他们，你们最会表演什么才艺？大家真的有在认真的去思考是吗？买车送备胎吗？这个车没有备胎啊，哥�718，这个咱们家是一个718是中置后驱的发动机，中置后驱，所以它发动机就在我屁股底下，发动机就在我坐的这下面，它就好像在踢在地面上去飞行的感觉，哇，那这感觉真的不一般啊。20秒无限弹射，是的。为什么叫无限弹射？因为它可以弹无限次数啊，因为第一弹一下就是20秒啊，弹2下就是40秒，是不是？你想弹多少秒？妈呀，只会单手开保时捷。我之前就是我问梁仔，我说问我主播，我说你可以单手开吗？他说不行，不安全。他说不行，不安全。按键数多少期？你可以联系一下谁啊？我看有没有人在，跟我们后台联系一下，对，可以跟我们后台联系一下，我对对，而且保时捷它有一个无忧先享活动，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，这也是保时捷非常多的一个银行有所合作的，对，大家可以记住啊。一年12期，5年不就是60期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还真的是，你真会算，梁仔。哇，我天哪，我感觉我又更崇拜你了。完了，没有办法，我是崇拜这些给我送礼物的人数。看看前面的行李箱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。珊珊，我爱你，我来了。前面不是发动机吗？珊珊，中置，我刚刚你没有认真听我讲嘛？它是中置后驱，发动机就在我屁股下面啊，所以中这里的话是最重的一个地方，就这里是最重的，这样子是吧？然后它这个把手也是红色，因为它是选了一个全红的内饰，知道吗？它是选了一个全红，包括这个方向盘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天哪，这就是718的方向盘吗？金钱的味道。妈呀，这就718方向盘吗？我不行了，我下不来了。这个车我有点难下，我这个车，我正在仔细的观察这个718的波尔多红内饰，是的，波尔多红，不是在屁股下面，是在背后啊，是在背后啊，就是在我这里，是不是？就在我这里啊，小姐，我不冷啊，一点我不冷哎，我真的不冷。我真的不冷，你可以过来摸摸我的手，你牵牵我的手，你摸我手冷不冷？我的手很暖哦，很暖哦。谢谢大家关注。我们现在在看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去看那个这辆车它的后备箱，就前后备箱，我们去找个钥匙好吗？可以吗？这个是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直接可以打开。直接可以打开。它有没有开？它没有钥匙。开了，你可以看试一下啊。行，不要拍到我的屁股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珊珊的关注，欢迎新加入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。来，我们开一下后备箱啊。
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咱们的前面箱已经打开了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，这个是我昨天还没有落架啊，然后今天刚刚定的架呢。是的，2021年2月份玛瑙灰的一个颜色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灰色，我觉得太拉风了，而且里面是波尔多红的，它是一个全红的内饰，包括它这个挡把还有它的方向盘都是红的。然后现在是77.8万，有很多哥哥想看咱们家这个什么那个什么，是不是能给大家看一下78万多少钱？真的真的是77.8万，我77.8万，78吗？是78，老实人哥哥，是的啊，我忘记了 ，sorry。还要拉开一下是不是？对，我拉开一下，拉一下哦。往右边，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看这个行李箱就蛮大的，就可以放20寸的一个行李箱哈。年份是多久？今年的啊，哥哥，这是今年的，2021年2月份，今年刚刚上的牌，它只行驶了是6000公里哦，磨合期都没有过，6000公里哦，6000公里哈。对，第一次进入珊珊直播间的，一定要左上角点一下关注，好不好？那关注主播肯定会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一定要点一下关注哈。星辰哥哥笑了，为什么？你这笑了，今年哦，你说今晚双色球开奖100万就去买啊？这1000万为什么你100就可以了？100都不到，我觉得你开个10-20就可以买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哪需要那么多呀？真是，你哪需要那么多？没有考科目一的不能买这个车，可以啊，跟你买不买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可以送给你家的小姐姐，是不是？那也不带你先过来感受一下。对啊，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车配置高啊。对，还可以。哇，华哥又开始了，我给你看它的配置，咱们再先看看配置。金属漆，对，波尔多红内饰是30000多，没错哈。还有20寸的一个卡雷拉 S 的一个车轮哦，20英寸卡雷拉 S 的车轮也是要3点多的一个价格。前面发动机都没有哦，当然没有了。它是模型啊，给你看一下，它的发动机被隐藏了啊。对，它其实这个车是没有发动机啊。对。这个车哪有发动机啊？这个保时捷718是没有发动机。他又说没有发动机。电脑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们关一下啊。我们要不要看看后面？大家有没有谁想看后面的一个后备箱？它前面，它这个车是有两个后备箱的，一个是前后备箱，一个是后备箱。对，有没有人想看后面的？前备箱空间好大。前备箱好大，确实是好大的。是的，车漆1.1，是的，是1.1。还有它有选什么 PDLS 一个大灯，这个大灯也是非常太好看高配的一个大灯，看看知道吗？还有它的一个什么波尔多红的安全带，哇，真的是。它这个里面真的是完全被红色给包围住了，那安全带都是红的，妈呀，装五号的都在脑子里啊。后面要看看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后面。好嘞，这个红色安全带也是需要选配的吗？当然了，那当然要选了，这安全带要选。无选配不保时捷，因为很多它可能不用选，就但是这个安全带就要选，它就是特别好看的东西要选。你要说什么变速箱啊、发动机，这个不用选，那它自己带的。你要说给它搞一点花里胡哨的，让你好看一点，那就要选。你要给你买了一个房子，你要给它装修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有了那个地方，你要给它装修一下。安全带3400。哦，又开始了。那华哥，你只要你的已经外观已经非常深深的打动了珊珊，你还要用你的这个才华吗？是不是？你还要用你的实力。